说五月下的雪叫做油桐花的五月雪，在这里呢是四月的紫藤恋。谢谢啦。好，今天呢是清明连假2003年的4月6号，拜六哟，这是一个好日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紫藤啊，它每年的花期其实只有2个星期，但是我们竟然遇到了耶。人家都说犹抱琵琶半遮面，哎，其实呢，当我们看到这些紫色、浅紫与白色相间，而且随风摇曳的这些紫藤呢，让我想到犹抱紫藤半相恋。好啦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